大家好，我是麦小峰。我由細到大都喜歡畫畫，咁後來畢咗業就即刻入行做助理啦，漫畫助理咁啦。即係當年都唔係叫紅褲仔嘅，我入去嗰陣時候已經冇咗呢個師徒制嘅，基本上。咁我就叫跟上官小強咁啊，做做佢助理，譬如畫啲框啊、執稿啊咁樣，就從基本做起咁啦。咁期間都會有贊下稿去小強漫畫集度出嘅，咁都鍛鍊到啲畫畫嘅功夫咁啦，有段時間。咁當年咧我入行嘅時候咧，就一直都好想有一本自己嘅漫畫集咁樣嘅，但係我嗰陣時咧就我人就比較著重嗰、那個基礎比較，我想打好啲先出嘅。因為當年其實都有人恰傷我出漫畫咁樣嘅，寫個人漫畫集咁嘅，但我都拒絕咗，因為覺得自己嗰陣時仲未有能力咁。咁之後咧就隔咗一輪咧，做咗大概三年嘅漫畫助理咧，咁就去咗日本就讀呢個動畫啦，又中意動畫啦，因為都係以前因為睇過宮崎駿嘅《天空之城》咁又。我嗰陣時已經覺得好想做動畫，好似類似哇，可以有一套咁嘅作品就好啦，自己做得到咁。咁當然嗰陣時咁樣諗法嘅時候，就唔知原來一套動畫係原來背後係咁多人去做噶，原來你要負責咁多嘢咁樣，純粹好單純啊！我想做一套咁嘅作品咁樣。咁之後就做完，即係做咗三年漫畫，就走咗過去日本度讀呢、這個動畫，咁就又讀咗。日文一年，跟住又讀咗動畫一年咁樣，咁期間就因為冇錢交學費，咁就 quit 咗啦。咁啊之後再隔一輪，因為佢因為簽證嘅問題咧，仲要逗留喺嗰度半年嘅。咁啊趁嗰半年之後，我就同我 friend 就自己就叫做自己想辦法去買嗰啲，嗰陣時仲係用 sell 畫膠片嘅方法嚟做動畫嘅。我讀嗰、那個。課程是這樣的，那就用自己的方法，真的用自己的方法去想著做一套畢業作品，就用那半年時間就做了一套22秒好像 trailer 的東西的作品，就連拍攝都沒機會拍攝，因為那些器材是自己沒辦法接觸得到的，因為一定要上學在學校會用，咁啊，全部膠片畫就純粹喺腦裏邊估計會有咩效果，從來都未睇過出嚟嘅效果。咁啊，帶翻嚟香港，咁啊就喺香港嗰陣時啱啱就開始電腦開始興起啦。咁又有朋友有電腦，咁啊將佢全部 scan 曬入去，咁啊終於喺一年之後先至睇到，原來哇，原來個效果咁嘅，都幾興奮嘅嗰刻睇咗之後。了解佢文化，其實咧你講呢方面咧就令我有啲失望。即係我以前當年接觸嘅日本文化就係好熱血啊 ，touch 啊，打棒球打到上身手落曬血啊，都要繼續打。但我去到讀動畫嗰陣時咧，我見到啲同學咧係完全係求 Q 期咁上堂嘅。咁咧背後嘅原因咧，原來係根本上佢哋嘅父母咧係唔想俾佢咁早出嚟做嘢，咁就冇地方安置呢班細路。咁又知道佢哋由細到大睇開動漫嘅，啊，不如求其揾間學校安置咗你哋讀多兩年啦，唔使出嚟做嘢先啦。大部分係呢種咁嘅類型嘅學生，所以我接觸嘅身邊咧，完全係冇熱血於呢個感受嘅身邊嘅人。咁有一小部分咧嘅讀書嘅日本學生咧，係真係熱愛嘅，而且有不停日日練畫嘅，但係好少數，佔嘅比率係好少數。係啦，可能成即係佢啲技術又好勁嘅，即係好有熱誠嗰種啫。係啦，好有熱誠，而且一個踢呢係得嘅，見到你見到佢係好有天分做呢樣嘢。咁呢，但係好少量嘅呢種情況，大部分都係 hea 讀嘅，即係交數嘅。有啲直情喺要喺大阪搭新幹線翻學嘅，好有錢嘅個老細。係啊，日日搭新幹線，哇咁都有，唉，好可惜係冇嘅。我嚟嗰間學校亦都係半揾笨嘅狀態啊，呃咗我入去咧就完全冇乜嘢係發生過嘅。咁啲教師係咩教師呢？就係佢當年
讀嗰間學校出咗嚟，就可能冇乜發展，冇乜發揮，咁就自己翻翻去做教師。你亦都可想而知佢嘅教師嘅質素係咩情況啦。基本上我係咁嘅狀態之下，所以讀咗一年覺得，唉，我算唔好交學費啦。咁我自己想辦法，用自己嘅方法做一套畢業作品就算啦，咁樣樣。咁翻到嚟香港，咁我就努力去揾工啦，睇下有冇啲相關動畫，因為我自己就讀手繪動畫，就唔係電腦動畫。嗰陣時香港興起電腦咧，就似乎需求嘅人才都係關於電腦嗰方面。咁我手繪動畫其實就記得係幾多年？96、97。咁我揾嘅手繪相關方面嘅動畫幾乎係冇零嘅需求係零。咁我唯有退而求其次選擇，誒是但啦，做電腦都好啦，起碼都係動畫。結果咧人工太低，我不能接受之下咧，就算做見咗幾份，跟住都係哇唔得啊，太平，即係好似我好似自己填嘅薪金啊10000，自己要求都唔得，即係可能要我要8000啊7000啊，佢先 OK 嘅。咁我話唔 OK 啦，搞咁多嘢翻嚟，落揾7000蚊人工嘅。咁我就冇做，咁就揾就因為朋友介紹，就入咗東方報業集團咁樣做一啲關於相關美術咁樣，咁就 OK 人工咁啦，因為佢係翻夜班，即係比出邊正常價錢係高啲嘅，因為佢係翻夜班，咁樣樣就入咗去東方做報紙美術咁樣，咁啊悶啦，同做咗好多年咁樣幾年，做到第二年我開始已經想走。但係佢人工實在很好，因為佢不斷加薪啦，加咗好多次啦，又升咗職咁咁樣，咁有啲唔捨得，咁啊喺呢個咁嘅情況下，即係 jam 咗喺呢個狀態之下幾年，因為我教做到第六年，我先 quit 到，即下定決心，下定決心去 quit 呢份工咁樣，先至 quit 咗出嚟，咁就掙扎咗一輪啦，中間嗰幾年，咁最後都 quit 咗出嚟咁啊。索性去唉算啦，因為都有啲儲咗啲錢啊，咁樣諗住食老本咁啊，睇下揾唔揾到再即係創自己創作嘅路嘅咁樣樣。咁就係因為我喺東方期間咧，都已經開始畫翻漫畫啦，就係基本上就係依家想出呢兩個鬼故漫畫，喺98年嘅時候開始畫嘅第一個，跟住4年之後 quit 咗之後咧，就再畫咗第二個《黃牛子路》，第一個係畫灰飛不滅線嘅，咁就係啦。咁我想喺嗰段沉悶嘅打工日子裏邊，喺度飄翻起一個想創作嘅熱血嘅熱誠翻出嚟咁樣。quit 咗出嚟就係做 figure 先嘅，因為嗰陣時啱啱有個熱潮就係做廊膠啊咩 design toys 嗰陣。咁我不嬲以前都有做開，即係以前做鄧小平啊。嗰啲同阿譚志明啊、錢文化嗰啲合作過啊，又做嗰啲點知空心廊膠嘅 figure 咧，有啲夢超人啊咁都做過。咁就喺行內有人識得咁樣啦，少少名氣咁。咁我就又用翻呢套技巧咁啊，諗住希望啊，可唔可以依家 figure 又興起啊？可唔可以試下喺呢度路向嗰度行下先咧？咁樣先再諗其他啦。本來我最終係都係想做動畫嘅，因為讀咗翻嚟咁耐都冇做過啊，冇試過咁樣。咁行咗一輪咁啊，同個 friend 夾咗咁就有個叫 United Panic 咁嘅品牌就出嚟，就係專做呢個 figure 立體嘢同埋漫畫兼動畫啦。嗰陣時未開始動畫，但係總之叫做創作嘅範疇，我能夠應付嘅都包含曬入邊噶啦。呢個 title。我行了一輪之後，都是即係冇乜成績，很多碰壁啊，咁又行覺得行即係將來都是冇乜發展嘅，覺得呢方面立體，即係我自己個人的問題咧，呢方面唔關話個市場啊各樣事咯。咁最終咧喺2007年咧，我就決定不如算啦，把心都橫掂都冇乜氣息啊，做 figure 呢方面，咁我就決定重拾翻呢個畫漫畫嘅夢想，決定一個人自己一個人。本來一路諗住叫埋個朋友一起去處理去做呢個漫畫，因為一個人真係好吃。咁結果咧，佢都可能因為太惡頂啦，因為做動畫呢件事咧，佢最終都係冇插手。
冇幫手嘅。咁最終我完成都係一個人完成第一套動畫 Bad Base， 即係嗰陣時都係用 United Panic， 你會見到 Bad Base 其實係 under 呢個 United Panic 呢個品牌。咁嗰陣時諗住係用呢套嘢嚟行嗰啲 figure 嘅，本來即係配合咧，係啦，原本個意念係咁樣樣嘅。咁結果最終走咗出嚟，變咗係我一個人孭起曬成件事。咁我覺得就哇唔掂喎！咁如果我做第二套，唔通又係咁樣？咁最我就由呢一刻開始，不如我單飛行啦。既然我一個人自己都做到，使乜同你拍啫？係咪先？其實個概念真係好簡單啊嘛！呢個邏輯。咁開始我就萌生呢、這個離開嘅概念嘅諗法啦。咁之後就象徵式地同我個 partner 就 say goodbye 咗。咁我就自己全力去向動畫呢方面發展。咁就攞咗套 Bad Base 去參加比賽，又贏咗咁啦。咁我藉住贏咗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去申請藝術發展局，就去攞分迪去做第二套動畫。咁又咁好彩俾我攞到，咁就開始第二套動畫啦。咁就 Disposition 啦。咁做完之後，我都花咗兩年幾去做呢個電影，兩年啦，冇兩年幾嘅 Disposition 用咗兩年去做。做完之後又攞去參加比賽，點知又贏咗。咁我直情唔使諗啦，直情向呢個方向發展啦。咁就發展到依家啦，直情一來因為嗰陣時個漫畫市道已經向下走啦，即係走下坡啦。咁二來其實我心係點都要做動畫一次，你俾一套都好，我點都要做一次。咁啊學咗翻嚟都學無所用咁樣，我覺得唔值得嘥咗幾年時間。咁我點都要做一次，咁所以就選擇咗漫畫作品我有啊，但係動畫作品冇。我 figure 作品又有，咁我動畫作品冇，所以我一定要做動畫，所以就選擇咗做動畫先。對於我嚟講，其實做呢個創作漫畫或者動畫，其實好相近嘅，我認為一只不過係個 medium 唔同，用嘅手段唔同。咁其實創作嘅概念都係有個故仔咧，起承轉合啦。而且我講故仔嘅方式都係冇乜點變啦，都係咁上下，都係有一個好正統嘅起承轉合咁樣嘅。咁都係首先做咗草稿啊、storyboard 啊諸如此類，跟住就落線啊。處理啊，分別又唔係好大，位即係最大嘅分別就係佢要喐嘅時候咧，你每一個部分每一 part 咧都要畫好多張，你先表達到一小部分。如果動畫嚟講，但係漫畫就唔需要，漫畫就你畫一格一格咁，你自己揣摩嗰個格數嘅距離，究竟幾時需要表達啲乜嘢，咁你都要自己決定。但係動畫嚟講咧，完全係直情可以話冇得偷雞。即係一定要成套動作做曬出嚟，你先知道做乜。尤其是係冇對白嘅動畫，同埋一啲長鏡頭嘅動畫。你其實如果我唔講，唔知道觀眾會唔會發現長鏡頭嘅動畫咧係少人做啲，因為係好艱辛嘅長鏡頭嘅動畫。因為多數啲人為咗方便佢自己處理咧，同埋容易控制咧，都會用一啲好短好碎嘅鏡頭夾埋一齊，咁就講咗故事就算了。但我咧就，我希望做到我的效果是很多長鏡頭，會清清楚楚、好客觀咁睇到那個客觀的環境和狀態，佢做緊乜嘢，當時的心情。因為呢個是我最想在動畫裏面表現出嚟，因為我想佢好似電影咁樣，想觀眾睇起上嚟覺得好似睇緊電影咁樣，而不是睇緊一套卡通或者動畫。所以最難的部分就是這裡咯。如果你創作的基礎概念其實差不多的，面對的問題其實是最主要都是因為一個人你不知道你的能力做到多少東西，你也都知道個時間一定有 deadline， 你的 deadline 你可以計到哇，原來我一個人一對手一日最多只可以做三秒，就是我講多了其實正常應該兩秒都不知道行不行，咁你自己計咯，究竟點樣？同埋喺邊啲鏡頭？其實我有一套經概念嘅，做一套動畫，我計咗個 deadline， 計咗我自己，譬如一日做兩秒，究竟做唔做到我嗰樣嘢先？如果做得到嘅時候咧，我就會再計啊邊一 part 我可以重點花好多時間去做，因為我需要做嘅動畫咧係要起承轉合，有一個緩衝啊，去到即係。
絕，即係一個高潮位嘅時候，我想俾一 part 係哇好精彩喎，呢一 part 多嘢喐啲喎，咁啊，我一定會抽一 part 出嚟咁樣做，放好多時間去做嗰一 part 嘅。咁就唯有簡略咗之前少啲嘢喐嗰 part， 咁我就要咁樣衡量同埋分佈咯。即係我如果俾咗一個shot 係咁份量咁重嘅，咁其他 shot 咧我就要簡化啲啦，可能減少啲線啊，可能減少啲人嘅動作啊，咁盡量喺呢方面上 balance 先做得到咯成件事。如果唔係，否則哇我全部都放咁多料落去，哇你講唔切個 deadline 咯，一定基本就一定省略咗噶啦，嗰啲陰影部分。因為如果你好似傳統日本嗰只嘅打埋陰影咧，基本上一個人係好吃力的，你可能真的瞓咗。而你理解，譬如即係得四工程序嗰個 quality 咧，係。如果你要自己一個人做，哇！唔係，我意思係話你自己一個人做，即係美麗嘅。你只一個人做工程序嗰個 quality， 連埋 background 做十秒，你要做幾耐？我睇起碼一個月至兩個月，我估一個月咯，最少係啊，一個人做，因為佢嗰啲複雜程度啊，其實你如果咁問我，未必做得到添啊，因為我隻風格係我明，即係如果我知唔係嗰個風格，即係我嗰個複雜嘅程度。哦，咁我睇都要十秒，一個月以內啦，最快一個月以內。瞓少啲咯，中意咯都係，因為我可能由細到大畫畫咁，你會觀察啲人做嗰啲動作同埋啲細微嗰啲地方啊，好有趣嘅，我覺得呢樣嘢。因為譬如你做某一個動作咧，你可以好簡略咁樣就交代咗個動作點做，大朗咁樣大概咁樣，但係你只要加多嗰啲細節，如果你觀察到咧，就會好唔同嘅效果，直情係可以另一個層次，即刻豐富好多。只要加咗嗰幾下嗰啲好幼細嘅地方，所以我好中意揾呢啲地方，因為我覺得好有趣啊！如果將嗰件事，將嗰個人物嘅動態咧表達到咁細緻咧，係一件好有趣嘅事。而且我睇動畫最中意睇就係呢啲位置，我覺得動畫最有趣就係呢啲位置，而唔係完全話個故仔啊好精彩啊起承轉合啊啊帶出咩意義啊令人反思。我對於我嚟講，其實呢啲係唔係好重要。我最中意睇就係裏面仔細嘅動作，人哋嘅動畫睇唔到嘅嘢喺你嘅動畫裏面表達到出嚟，呢個係最有趣嘅。所以我要做呢樣嘢。如果我所理解《手冢治蟲》就係電視嗰種嘅製作模式啦，因為佢必須要趕喺一個禮，佢哋以前係一個禮拜做完就即刻播咁樣，一個禮拜做完即刻播，所以有時好多時係甩流啊嘛，因為即時趕場嗰啲嘢，佢用呢種模式係無可厚非嘅，一定要省略好多功夫啊，唔可以用迪士尼嗰種模式或者宮崎駿嗰種模式，其實都係用迪士尼嗰種方法嚟處理啦，即係。直情當佢電影咁做啦，做到啲嘢好仔細啊！咁我當然係好最欣賞做動畫就係咁嘅方式做，但係亦都唔可以排除話做電視呢種就唔好咁簡陋咁渣。咁因為佢想要嘅嘢唔同啊，兩種處理方法。咁喺電視嘅傳播範圍一定闊過電影啦，咩人都睇到，而且佢必須要係有集數啦。即係佢每個禮拜要出一集啦，咁佢即係必須要簡化所有嘢，咁我會理解嘅。但係你問我中意邊種啊，梗係中意啲啲 detail 啲、精細啲、仔細啲嘅電影。即係年少嘅時候，未出嚟做呢行嘅時候，好迷嘅，好迷啲動漫嘢嘅，即係乜嘢攋手都中意睇噶。即係但係你唔好問我內容，唔記得啦。即係通常都係最係啊，睇完就算嘅。咁最深刻都係嗰幾套啦，譬如啊 Touch 啊、北斗之拳啊嗰啲啦，大路嘢啦，大家都知噶啦嗰啲，咁嗰啲都唔使問我啦。咁我係有一輪咧就好迷嘅，因為嗰陣時冇乜娛樂啦，咁跟住嘅娛樂就係電影啦。就係、是、自從我接觸電影開始，我係好後期先接觸電影，因為我以前真係窮，即係唔係好老土我講嗰句，即係窮咧係冇錢睇電影。
即係阿媽唔會俾錢去睇電影，有時係啲親戚啊新年嘅時候帶我去睇一兩次，就可能三年都只係睇過一次電影。咁好中意睇電影嘅，因為覺得係一件好難好難得到、好難做到嘅事嚟嘅。咁跟住你大個開始大個，又或者我大佬都出嚟做嘢啦，有時有少少零用錢俾我。我有自己的錢去看電影，由開始自主地看到電影那一刻，我就覺得電影是有趣很多，對我來說那時候衝擊是大過動漫、動畫、漫畫很多，那我就迷了去電影那裡一來。那之後就看很多電影，又沒有錢又儲錢，那又慢慢去少了看漫畫了已經，但也有看的。那跟著自從入行呢，入行就我覺得很容易受那些漫畫家影響，因為我如果你以前有接觸過小強漫畫集啊，或者最早期看過那些東西，你都知道我那些東西是很像大有黑羊的，最初的時候我直情是學他的，因為他那些東西 很有啟發性，我是直接跟足他的畫風，印有沒有啊，真的跟的，即是學了他的表達方式和那些畫來做，咁就跟得好似嘅。咁後來我因為入咗行啊，亦都覺得哇，都模仿佢模仿咗一年幾兩年啦，模仿咗一輪，都應該好係時候要建立自己嘅風格嘅。所以我就斷住曬所有睇其他漫畫，開始睇歐洲漫畫，即係遠啲啊嘛，隔得遠啲啊嘛，影響咁就算歐洲漫畫影響咗我夾埋大黑羊嗰套風格。都不會覺得話我啊，原來似邊個嘅咁咯，即係咁諗啊。當時咁啊，多咗睇歐洲漫畫，咁就唔理個內容啦，淨係睇到視覺效果夠逼力啊，咁就去睇啦咁樣。咁就睇咗一輪，亦都連歐洲漫畫都放棄曬，直情啊！我依家要決定自己 create 一套，建立自己一套。唔係所謂建立，唔係刻意去建立，只要唔睇，我慢慢畫畫多，咁我就自己出嚟噶啦嘛。我自己咁諗，咁所以就完全斷絕咗唔睇漫畫。有一大輪幾年是不看漫畫，特登只是看電影，因為電影無論怎樣影響我，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表達了之後，都是經過消化變成漫畫的，即都不會說那麼像，所以這個方法其實是挺好用的，我覺得如果對一個創作人來說，如果有人經常說喂你的東西像誰的，你想甩掉某一個人的影子，用這個方法其實很好的，都是那幾套的，真的很老套的那幾套。有些不說老套，是近年的。近年的紅海龜咯，很正，我覺得紅海龜。即是都是。是啊，最近年的了。是。好，哇，個主理是沒得頂的一流。我幾乎，即是我做動畫是很想去接近完美這件事的，企圖，但是不可能的，我覺得對於我來說。但我看完紅海龜，幾乎可以話是完美的，對於我嚟講，幾乎啦，因為完美冇可能達到嘛，基本上，佢嘅幾乎完美，對於我嚟講，幾發上，係，即係呢套係我近年哇真係好深刻，好黐線個製作，哇成世人影響我都係 touch 噶啦，唔使傾 ，touch 影響真係好緊要，好中意好中意，佢代表住青春，直接，你講青春所有嘢。中二啊！我睇好似，中啱啊！犀利，中學佢又中學，勁犀利嗰個，好 match 一來啦，但我睇嗰陣時咧，係朋友講嘅，已經出完噶啦 ，touch 嗰陣時，我唔係話當刻去睇嘅，咁因為我嗰啲嘢好慢嘅，唔會話人哋喂喂依家興乜啊，跟住我衝埋去睇喎，我好笑嗰啲，好鬼慢啊！咁人哋咧興完曬啊，跟住同我講：喂，呢套嘢好好睇喎，唔睇唔掂喎。咁跟住，哦，係咩？跟住先走去執嚟睇嘅，即係人哋啲食完送尾啊，咁我咪執嚟食咁樣。我以前係咁樣嘅。咁但係睇完之後，哇，真係好好睇喎！淨係吸引到係，哇，死追難追，睇完為止咁樣。即係個大佬死咗，咁我幫個大佬去實現夢想。咁本身對於一個細路仔，不會有一個咁嘅概念嘅，即係對於我哋香港嘅細路仔，咁佢講到哇，要幫大佬達成個願望，死咗個大佬，仲要帶埋身邊中意嘅女仔去埋甲子園，哇！呢、這個概念簡直係哇，呢啲就代表住青春嘅啫，即係世人得一次嘅啫。
係特別咧講甲子園，更加係 icon 咁樣。係啊，即係嗰下係哇好震撼，佢寫得好好啦。當然啲橋段裏邊，最後嗰場咧，哇精彩到爆啦，唔使我解釋啦。佢對新田平南嗰場，即係係咁打出界咁樣。打了幾十球，跟住佢最後嗰個對白亦都好精警，即係如果依家去保送佢上去，我之後都冇力對啊大雄啊，之後有一個強打大雄啊，跟住冇辦法，跟住就記起翻佢以前啊，佢大佬講過，今日佢細佬講，大佬細佬細佬講過嘅嘢啦，和也，佢話誒誒問佢你誒、如果要練到咁樣，好似你咁樣要幾耐啊？跟住話哦，以你咁樣嘅每日練幾多個鐘頭啊？兩年到啦，跟住佢話嚇兩年，依家已經夠兩年啦，跟住先至開始掟個球，哇！即係嗰下係好精彩嘅，真係，即係描寫得好精彩，即刻入血嘅。因為佢喺入我以前睇開嘅日本漫畫裏邊咧，佢係有一個突破嘅，佢係好電影感嘅，好有深度，即係唔係話個概念上嘅深度係。即係佢畫嘅地方咧，係行到入去嘅，好清楚啊，好實在嘅，個立體感好強烈嘅。即係呢個咁嘅 impact 咧，俾到我哇好衝擊啊！點解原來漫畫可以用咁嘅方式嚟表達嘅？咁跟住其實呢個咧都係我依家創作漫畫或者動畫嘅方式嚟嘅，即係佢影響咗我話，哇！我一定要做套嘢係有電影嘅感覺。即係電影，我唔識點樣好客觀咁樣解釋話咩為之電影嘅感覺啊！即係總之係電影，你知道同電視劇係唔同嘅。中意佢、愛佢嘅地方就係嗰個概念，嗰種表達故事、講故事方式嘅概念。跟住我後來先至知道，原來佢呢種嘅表達方式係由 Mobius 嗰度嚟噶嘛。咁跟住我就哇，覺得 Mobius 係神啊！到依家我都會睇佢啲畫咧，都會有啲啟發。咁多年啊，過咗幾廿年，40年都有。源頭係啊，佢係一個源頭嚟，佢係一個始祖嚟，用呢個表達方式嘅始祖嚟喺漫畫上面。所以基本上係我一世嘅師傅，我可以話。雖然我冇拜過師，呢個 Mobius 真係我一世嘅師傅。將來嘅計劃，如果我自己心目中就想企圖想製作長片啦，即係上到戲院嘅動畫片啦。咁漫畫我就唔會放好大心機去向呢方面發展嘅，有機會都會做嘅，因為我始終都係想做動畫嗰啲多啲，即係一個作品咁樣一套片咁樣咁嘅方式去。適合我多啲咯，因為漫畫咧，你要畫好多好多，我覺得係咁嘅，你要畫好多好多期啊，你先會去到嗰個級數。我認為，即係你要基本上簡單啲嚟講，就係你要好多好多套作品，可能一套作品十幾廿期嘅，咁你可能要有五六套咁嘅作品，你先至會去到一個叫做嗰種即係嗰種級數嘅漫畫家嘅境界。但係動畫電影就唔同咯，動畫電影你就係獨立睇我嗰套電影，我做到啲咩情況就覺得你係咩級數。只要一套如果做得好好嘅，好有突破或者處理得各方面好好嘅，就可以係某一種級數嘅動畫導演咯。我覺得，但係你漫畫咧，你唔可以話哦，我依家出呢個漫畫鬼故好勁，跟住就已經上咗個級數嘅。我覺得唔會，漫畫係要。浸好多好多，做好多好多，先至去到嗰個級數。所以我覺得我唔係呢一類型，我唔會好多產嘅，因為個人我會做一個作品，精雕細琢去整靚仔佢，但係就唔會 fever 做好多作品出嚟嗰種類型。第一次接觸紙本分隔的時候呢，我記得是2014年，我在澳門有一個動畫加立體展覽樣的，
咁佢哋就有嚟睇，咁啊互相介紹咗認識咗。但係其實我之前咧認識紙本分隔咧，係已經知道有呢個紙本分隔呢個品牌，就叫我叫品牌嘅。我記得俾我最深刻嘅印象就係因為佢名字。我雖然唔知佢哋係做乜嘢嘅，但係咁紙本分隔，因為呢個名咧，我覺得好特別啦，即係好似似日本嘅名咁樣。咁、那個名字就令到我記咗入腦啦，好深刻啦，紙本分隔呢個名字。咁之後喺2014個展覽啊，正式埋佢哋啦，咁就交換咗卡片咁各樣啦。咁事後咧翻咗嚟，我唔記得咗幾時開始，佢就開始聯絡我話：喂，我哋想做一本漫畫，想揾你畫咁樣。咁開頭咧我就好愕然，哇！畫漫畫呢個 moment， 我記得係呢個咩啊？湯淺證明嗰陣時啊，係啊，但已經唔記得幾時，但我記得係嗰陣時，係就好似唔記得年份，好似我都唔記得年份。總之就係、因為光記喺度，係啦，因為光記喺度。咁啊，因為嗰一次佢咁提出呢個方案，所謂又係方案啦，佢係一個連載方案嚟嘅最初。咁我話：哇，冇可能做喎，連載漫畫本身已經好吃力，加上你冇資金 support 咧。我根本不知道你要支持到幾時才可以真正可以，不要說生活了，即是有收入了。那我就覺得沒可能發生不到這件事，那我就繼續想有什麼方法可以跟他合作。因為我都後來多了了解的對他們，因為上次互相介紹之後，我就有特登走去看看他們是搞些什麼，他們是介紹漫畫，而且介紹得挺詳盡和挺仔細的。雖然我對於漫畫唔係好認識啊，嗰陣時已經，因為冇睇好多年，但係睇得出好有心機嘅。咁我又幾一聽到嘅時候幾珍惜呢次合作嘅。跟住我就慢慢勾起我以前想做鬼故呢個諗法，因為丟低咗好多年。咁跟住我就再向佢提出呢、這個意見咁樣話，可唔可以將我嗰兩套舊稿咧集合成書而出咧？跟住經過佢哋一輪想。溝通啊，開會之後，咁就覆翻我話 OK 喎，其實都得喎，做呢個鬼故漫畫都有啲值得做嘅意思喎，咁樣呢個做法咁樣，咁一開始從呢個方向一直發展到依家，就形成依家咁嘅狀況。我覺得漫畫係一個可以好好表現個人主義嘅一個媒體。咁譬如做動畫拍電影啊，基本上喺概念上都係一天人做嘅嘢嘅。但係漫畫就完全可以一個人自己 handle 曬嘅，即係佢無論表達佢嘅線條啊、意識啊、概念上啊，都係佢一個人自己完全主持曬大局嘅。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係漫畫最珍貴之處，我就覺得漫畫係屬於一種咁嘅認識嘅嘢。呢個係。創作者的方向，如果是你讀者的方向，你怎麼看呢？容易啲接收一種簡單的信息的一個渠道，可能你四格已經帶出一個信息，你一看看完，哦，笑一笑，還有它是圖像化嘛，即是容易接受一點。如果你畫一段文字，你都會覺得即是兩樣不同的東西，但如果圖像的話，你一吸收完啊，接收了一個信息，笑了或者笑咗笑，又或者有一個LL get 唔知點，咁就好簡易地可以接收到一個信息嘅。呢套《灰飛不滅》係我個人嘅第一套漫畫作品，希望大家支持。